好，这里是胡厂追星姐妹团，来胡厂和不同的明星一起做做同事。对，我是苏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 Form 的刘冠佑。欢迎冠佑。还挺有趣的，是不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答，很少流行？对，这是真的。对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游戏给你准备了，就是你之前在节目里面不是玩了那个看青蛙？有没有死的那个？哦，对啊，那两个不一样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。嗯，是的。对对对，怎么了？你还有没有学新的这种类似的游戏？我有啊。比如呢？看我们两个会不会撞一个？你会知道吗？我来一个，就是对对，可以。急着玩，等我一下。你知道紫骏马那个吗？紫骏马呀，你不是说我应该知道？三 P， 对了，你知道是吗？是吧？你们也试试看。好。四 P。哎，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带你们猜吧。可以啊。就是这个名字叫我的心属于谁？你肯定知道吧？我的心属于谁呢？我。属于我。你真是。我的心属于。对对对最后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不知道那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我想想，我前阵知道的，有一个是那个，好像是什么？开关。就让那个粉丝猜。对，这个。对，既然你就是不是刚刚没有猜出来我们了吗？然后我们有一个惩罚是可爱三连拍。可爱三连拍。三连拍吗？对。Can you reach it?